男孩子女装旅行必备装备。这个呢就是我的行李箱，我们来一件一件来介绍。第一件呢就是化妆品了，因为每次女装出门的话化妆品是必备的。我们来看看里边都有什么东西。这个呢是粉底液，是用来做底妆的。第二个呢是这个防晒霜，外出化妆是一定要带防晒霜的哦。第三件是眉笔，第四个呢就是化妆刷。我基本上出门带3-4根化妆刷，就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的化妆妆面的需求。然后就是眼线笔，这个是一个双头的眼线笔啊，这边是粗的，然后那边是细的。这边粗的呢就比较适合画上眼线，然后这边细的呢就比较适合画下睫毛。这是一根卧蚕笔，双头的卧蚕笔，一头是阴影，一头是高光。然后呢这是一个假睫毛，每次要带至少5对假睫毛出门。然后这是一个蜜粉定妆的，这是眼影，这是一个双层眼影，共有14个颜色，非常万用。这个是睫毛胶，是用来贴假睫毛的。这两个是口红，这个是睫毛夹，这个是腮红，当然还有美妆蛋跟卸妆乳。我是把卸妆乳装进了这个护肤品的盒子里，这里面装了一瓶卸妆乳。然后这护肤品啊，水呢我是把它灌在了这个小瓶子里，这样可以携带比较方便。然后这个精华液呢也是这种一次性的，每天用一支还是非常方便的。然后这个是乳液，是一个修复屏障的乳液。这是分装的小面膜，这是大一点面膜，普通的面膜。这个是洗面奶，这是牙刷。接着我们来看其他的装备，这个是一个泳装，然后是另一件泳装，我带有2套泳装。这个是 JK 裙，我们要潜水，然后我要穿这个 JK 裙要跟海豚一起游泳。这个是我的美人鱼鱼皮，也是潜水用的，要拍摄。然后这个是普通的连衣裙1套，然后是第2套连衣裙。这个连衣裙我后面再给大家展示啊，这里就不展示了。然后这个是普通的小内衣，这个是胸贴，因为要穿上美人鱼挤胸，所以我带了2套胸贴。然后这个是大衣，这个是泳衣和泳裤。然后我还带了一个女装小裤裤，这是一个红色的三角钉的裤啊，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在拍泳装的时候，在里面穿上一个那个连身裤，就可以防止在海滩上突然起立。男孩子还是非常有必要穿这个的。然后这个是草帽，搭配日常的连衣裙穿的。然后这个是毛巾，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了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次在三亚拍的。Drive, but it won't.